你们这些诈骗犯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姓钟，姓钟，姓钟，都被全部导致了就知啦。要挂闸关咧，没得挂闸关啊？有咩啊？强强回到这里来，基本拢无诶，基本拢无诶。是灰诶，你切开就知道。这个有点味道啊，这个你可能跟原料吧，原料啊，一样啊，我感觉是不像。啊，想象你的，这叫你嘛不？因为我们做这行，它有触觉的感觉，不像，不像微料，像蓝水。但是现在你要是说在网络上看到一点蓝的，就说微料，我感觉不像，像免料。当然，现在听说微料越挖越多了，东西也越来越多样化了，也不知道我们因为很少接触，这些全部加起来买几串？家里还有啊？还有很多假的，没带的。假的，你自己都看得出来是假皮啊？后来在那个，你找他退呀、啊？太久了，那东林业就是我经常拆。快递的那一种嘛、嗯、就是看起来蓝蓝绿绿的，对对对，就是很紫的很绿的那种，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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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你可能也找不到它了，它有可能已经被人关起来了，对对对。那我就随机拿了，这个没什么用，这些小厚浆呢，就你打灯起来就好看，然后其实上它大部分是不能用的，你看裂又多，每一种水不同。这个就灰，这个里面是豆色的。刚开始买买这个还记得买多少钱吗？这个那时候应该是买5000块。5000块钱，如果是满豆色也不错。小姑娘，你过去工厂，我自己过去工厂吧，我看谁，我叫他过来切石头。这个呢，过去的时候就电切，然后呢这样切，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连在一起。这个5000块好像感觉就是说，其他还没看，还不知道。但我看了这些，觉得这个还行。等一下嘛，等于拿动一点再过去切。这个肉虽然是细一点点，但是它没有种水。这个当时买的时候，是人家这个窗先开好，然后把这一层包覆起来，包起来。再来买的，然后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拿来之后，我自己把自己磨掉，哎，磨出来怎么有开窗位置在这里？就是你把它皮磨完之后有个开窗位。对，像这样的人可能也被人关起来了。那你这个买多少钱？这个买3000多。3000多。嗯，3000多4000吧，3800。人家开完窗，然后又去做假皮、嗯，然后你不知道又在这个位置上磨，刚好磨出来，对，见到有窗。对。刚开始还怪了，怎么里面有个窗在里面？你们这些诈骗犯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。这些买的就不贵嘛？这些黑石头都是几百块。几百块，但是没有种水。这窗是你自己开的吧？对，我自己买一个电动的，下电车的，然后磨。它都没有种水。这整个好灰，你看打灯有颜色，它没有灰。这个你没有开窗？这个你过去看一刀吧，这个没有，太硬了，太硬了。但是这些它都没有品质，像公斤料一样。对对，看起来都是公斤料。这个有雾层哦，有黄雾层。这个买多少钱？1000多吧。这个窗也是你开的、啊？自己挖的。看不清楚你，但我感觉它里面没什么种，就这个皮来说，它肉细细的，就看起来没什么种。这、就是你自己挖的？都是自己挖的。都是那种灰灰的那种，头疼啊！听声重呢，这边不要，刮着帮你，我那听到心肝头疼，炸啊！刮着帮你不炸物件，你先冲过去切吧。我看等一下你切好了，过来看看还有什么好切的。哎，这台叫最小，最小，刚刚说的小。有滴滴要整住。有滴滴要整住。它这个是有点淡淡的底色，到时候切开能不能做珠子？这做珠子还挺漂亮。这个就该是含水墨子。会卡含水墨很正常啊。就是我看了那个视频，然后我去测了一下密度。怎么测你、啊？先拿个秤称多少克，然后再倒完水啊，倒一盆水，一大盆水，然后绑个绳子，计算出来是3.0，不到3.33。不过你说的这个方法，我倒是不会用。其实我们这边直接拿去做证书。做证书，他们检测机构。我看以前有人教过人家怎么用，但是我们自己做这行的，我没看到这个东西怪，我们就一般就不会下手。如果非要下手的话，就会跟他说好，说要去做一些鉴定。其实我们行内人更多更相信的是那个自己的感觉，跟结合一下那个鉴定机构的报告。这个应该是我拿起来感觉有点轻，不会压手，然后我就先挖，挖完之后我越感觉不对，看了里面的肉好像。那你有没有联系这个人呢？有，跟他说。他怎么说？那时候就说要不太麻烦就退一点钱给我。退了吗？退几百块钱给我。你买的时候买多少钱？3000多。那几百块钱退的干什么？买的时候你直接跟他说，你买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到什么共生之类的？没有。他这个打灯应该是会有感觉的，打灯就是这一坨嘛，有点痛。会卡的石头嘛，水长，那是加上水墨，那就水更长了。那你这里去干脆把它撑开。我这个重量就够了，这打灯是不是很漂亮？那现在感觉是灰。这买多少钱呢？这个4000多吧。4000多，这种石头我们不要说，我们现在应该很多人不会买，没有用，整个都灰灰的。他说他直播间里面打灯很漂亮，然后又有手镯，收都不会收，这不用切的，这是会卡，这个也没有用，它整个没有种水。这个买他是跟我说是南旗的。南旗它跟会卡跟后江是，我听缅甸那边的朋友说它是一条矿脉，我在南旗见过跟会卡一模一样的石头，没有用。应该是水母，就这么看应该是了。
没有种水没有用。哦，我切下去，就是你这些黑料切下去的，一点种水都没有。他一个要是卖你300的话，就赚你280。